猫咪看到好朋友离世，因为平时雪貂睡觉是叫不醒的那种，然后今天这一幕刚好被七七看到了。嗯，七七以为他的好朋友去世了，非常的伤心，一整天都不吃不喝，就这样一个人坐在角落待了一整天，直到晚上醒来的雪貂过来喝水。啊，面对好朋友的突然复活，七七又惊又喜，然后打了他一顿。